乖乖。啊，你还叫我爸爸？你别再叫我了，爸爸，你马上加过来。爸爸妈妈来。妈，你较较紧嘞，较紧，妈你不要紧嘞。哎，他心脏大跳哎，他紧张。紧张。另外一只脚，另外一只脚，不行，蛋糕要不要吃掉？哎，近一点啦，你近一点。哎，靠近一点，快快。好。哎，没有，现在录影呢。好运气。唱歌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好，我要许愿哦。第一个愿望，我要讲出来吗？一二个要讲出来啊，第三个不用讲。要啦，第一个跟第二个要讲。第一个愿望是希望哈，那个哥哥的脸不要再抖了，还有手也不要再抖了，健健康康。啊，爸爸的那个脂肪瘤哈要啊，好搞笑，这些都健康。这是第一个吗？跟妈妈的那个牙齿哈，哦，要那个健健康康。我讲的都有缺点呢。没有，就是要不，这些都是我担心的事情哎，都很害怕的事哎。第一个就是希望家人健康，对不对？来啦。哦，讲太详细了。对啊，讲那么详细。第二个是希望那个我的论文哦，能在明年硕士下顺利写完，然后毕业。然后第三个愿望嘞，麦讲哦。Hear me. Q B，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影集呢？丽娜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影集。